以其晨朝，日始初出，离常住处，绝阳之始，一佛光明，必相未也。人等竖起竖口着手，作是言语，几身毛素，遍体血现，如婆罗舍花，涕泣淫目，深大苦恼。诸位现在也是一样，前面已经讲过了，早上佛光有没有？对，佛光就招请所有的大众啊，所以现在也招请到这些比丘，各位这些比丘，那你看哦，这个离常住处，各位离常住处啊，各位这里面有他这个意思，就是离开，各位就是离开自己修行的地方，或是离开自己呢，对不对？休息的地方啊。但是各位，但是大家不要误会哦，各位，但是大家不要误会呢。以前的佛弟子哦，是太阳刚，各位太阳刚出来的时候，大概是几点？平均差不多五点嘛，哈，差不多五点多嘛，哈。一日之计在于饮，饮食就是三点到什么？到五点，三点到五点。各位，真正以前的佛弟子并不是那么晚起来，对不对？各位不是那么晚起来。事实上，在印度哈，以他们的时间表哈，事实上是两点就起来用功了，是两点就起来用功了，然后几点睡觉？几点？各位简单这么讲哈，不是四个小时就是六个小时。最长不会多过六个小时，对吧？大部分都是四个小时。对，那各位那两点起来不奇怪啊？为什么不奇怪？对，事实上台湾的道场还是有两点起来的啊。哪一间道场？灵岩三寺啊。灵岩三寺是不是两点？各位，灵岩三寺的出家人两点呢？对啊，我就知道，我就是知道两点，所以我不敢去起经。对啊，我这样我失眠了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他们很早就起来用功，然后用功到呢，有没有？对，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。各位，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才有光线嘛，这样对不对？各位才有光线，所以他们才离开他们修行的地方去什么？对，去刷牙洗脸。对，但是那个时候不是用牙刷，是用什么？是用羊脂。所以各位你学到了吗？啊，所以以后出去外面旅行也不用带牙刷。对，但是我们这个不会刷啦，这个叫我们刷是一定是不习惯的啦。所以原则上还是要刷牙洗脸啊，但是遇到各位，但是遇到呢，对佛招请的光，所以大家对知道佛要涅槃了，所以赶快啦，赶快刷牙洗脸啦。各位赶快刷牙洗脸。对，这些动作做完了之后呢，诸位你看全身呢病相胃炎的炎化起来，炎化起来，再来举身那个身化起来，接着翻过来，苦恼化起来，跟前面那个意思一样，对不对？意思呢，有没有？就是生口意，对，因为世尊要涅槃了，对，
所以感觉到呢，都得痛苦忧愁。当然，经典的描述啊，各位，经典的描述让我们觉得说，哦，你看，你看，几身毛素遍体血现，如婆罗舍花。经典的描述，哦，靠看，哦，这个好像是七孔流血一样。各位，我做个调查哦，你们现在看到有人哭哦，哭到流血的，有没有看过？电视有看，电视那是哭到流血还是吐血？啊，各位，所以原则上就是很伤心、很难过的意思。对，但是事实上我是没有看过了，以后你们看过，你们再跟我讲一下，对不对？啊，各位，这个就像我们所讲的，比如说我们中国的这些成语啦，哦，各位，肝肠寸断，真的有断吗？应该是这个意思，有没有？应该是个譬喻，譬喻到很伤心、很难过啊，很伤心、很难过啊。所以有时候看经文，我们知道它的意思就好啊。嗯，好，接着看第六页哈。为义利安乐众生，成就大乘第一空显，显化如来方便密教，为不断绝种种说法，为诸众生调伏因缘，故即至佛所起手佛祖，绕百千匝，合掌恭敬，却坐一面。各位，你们现在注意看哦，现在佛要涅槃了，他最后也要利益众生，然后呢，这些弟子他们也配合佛，他们赶快要回到佛的身边，然后对不对？最后的请法，这个目的也是为了要什么？利益众生呐！啊，诸位，这个叫做师徒同心。各位，不要学到最后师徒不同心呢！啊，对不对？这个老师啊，老师的想法，对，等老师已经走了或是往生了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徒弟自己也有自己的想法，这就代表说度众生的心哦没有变，度众生的心哦都是一样的。那各位，那一样哦，各位，那你要知道一个概念呢，各位，一个什么概念？各位，比如说你今天来这边，实际上你今天来这边学习哈，只有一个目的。各位，按照你来讲只有一个目的，按照我来讲也只有一个目的。那现在说说看，你的目的跟我的目的。好，来禅经说说看。先说我的目的好了。我只有一个目的，不然这样，你讲一个，说你的目的。嘿，利益众生哈，那我的目的就应该很好猜到了，对。我教你们这一个目的是什么目的？没有啊，我教你们这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你们好好修行，只此一个目的，别无他想。所以各位哈，你发现到，各位你现在跟我谈很多的概念啊，感觉上我都好像没有兴趣。对，我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希望大家好好修行，我没有其他的目的都没有了。好，哎，那一样的道理呀，一样的道理，各位一样的道理。比如说保人，比如说改天换你教别人，那你教别人有什么目的？
也希望他们好好修行啊。各位，那这样就是继承师志啊，有没有？就是跟你老师师父的志向什么一样一致。各位，啊，其他你就不用去伤脑筋了。所以各位，所以我讲法的目的很简单，但是你今天来听法，假设你目的不一样，对，那当然就难跟我相应，啊，你就难跟我相应，啊，你就不容易了解我，当然我就不容易了解你。你看，人家不了解我很苦呢，你看。你看，所以还是总希望别人了解。啊，所以呢，啊，佛是如此，这些阿罗汉也是如此，他们都是为了利益呢，利益众生，希望众生能够身心得安乐，啊，身心得安乐，成就大乘第一空行，啊，各位这话起来。诸位，这个第一啊，就是中道，啊，就是中道，就是究竟，嗯，也就是说呢，对不对？能够真正好，成就大乘法，啊，能够成就大乘法，能够行菩萨道，不是像这些小乘人一样啊，这叫做大乘第一空行。接着显化如来方便密教，也这句话也画起来，这是很重要的话。各位，你现在注意看哦，现在是涅槃经哦，是佛即将要灭度了。现在不显发如来的密教哦，都不行。因为已经没有机会了，已经没有时间了，没有时间了。各位，那你注意看，各位，如来所教的法哈，几乎都是方便密教，但是这里面的密教，大家不要误会啊，这边的密教不是密宗。啊，各位不要看到这个字就这样去解释，这是错的。各位，这个密教，对，就是奥秘，就是呢，哈，就是不可思议。这就是《法华经》所讲的，唯有佛与佛才能够知道的智慧，一般人是不容易了解的，对不对？纵使呢，对，像舍利佛这样智慧的人，对，遍满了虚空都不能够了解呢，释迦牟尼佛他真正的智慧，各位都不能。所以事实上我们现在所读的佛法，几乎都是如来方便密教，除了华严经，对，直接哈，讲一佛乘。法华经呢，对不对？会三归一，啊，会三乘，然后归一乘，以及现在涅槃经，对，要福利坛场，对，除了这几本经，对，可以说哈，直唱一乘，那不然呢、啊？不然释迦牟尼佛讲的几乎都是方便。但这个我们不能够怪世尊齁、哦、他为什么要这样讲，各位要怪我们自己齁、哦、对不对，自己难以调伏，要怪我们自己的内在齁、哦、对，充满了那么多的贪嗔痴跟障碍，所以都是方便密教。那各位啊，那你现在注意看齁、哦、各位你现在注意看。我记得以前呢、啊，还没教经典之前呢、啊，
对，先教一些心灵成长的课程。有的人同学听心灵成长的课程，听完之后他就不听了，为什么？他认为这样就学完了，这是第一个阶段。第二个阶段，对，第二个阶段去谈易经的问题，谈伦理的问题，啊，就是谈呢，对我们世间法经典的问题。对，有的同学呢，对，也在继续听了五六年，对，听完我把易经的课讲完之后，他就不学了，他就认为讲完了。这是第二个阶段，第二个阶段，各位，那第三个阶段，有的同学认为呢，对，他听了般若经典，像六祖坛经啊、金刚经、心经啊，或是楞严经，认为听完了之后呢，佛法就差不多了。好，佛法大概就是什么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为什么就是这个样子？因为一窍通就什么，就窍窍通，问题是他一窍没有通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认为说佛法应该就差不多了啊，接着他可以自己去用功了，这是第三个阶段。所以各位，所以你看啊，我们这样一路走来，我们这样一路走来，我们每个人感觉都不一样。我们总是认为说这样好了，这样好了，这样好了，归这样好了是什么意思？事实上有很多的道理啊，事实上很多的道理，人家一下子给你讲，怕你吓到，怕你反弹，怕啊把你的价值观啊打乱。各位，价值观哦，打乱。各位，有很多人第一次听到我的课哈，他突然之间他的价值观哈产生了冲突，有很多同学曾经跟我这样讲过，甚至有很多同学哈第一次他这样跟我讲，对，第一次听师父你的课哈三半年都听不懂，但是又能够继续听，难得。好，来三立，听我的课半年前听得懂吗？前半年。不太懂，那多久才懂？大概一两年吧，哈，没有关系啊。那时候你还21岁，但是现在已经30岁了，啊，哦，30岁啊，一转眼就30岁了。那所以各位，所以我意思是说齁，不要说佛啦，我说以我们个人的经验来讲，我们接触的人生来讲，你就会，对，你就会觉得说没有错啊，我们学习的过程呢真的是不一样，对，但是你不要轻易说认为说你这样就学完的。啊，你也不要怪别人说为什么不要一开始齁就跟你讲，或一开始要跟你讲什么。各位，一开始怎么跟你讲？各位怎么跟你讲？所以诸位哈，所以你也不要怪你的家人，你也不要怪你身边的人。为什么？啊，你也不需要急着跟他讲。各位，你不要急着跟他讲你现在懂的知识，可以吗？那你会说，那师父，那我来听，我就是要用出来，怎么不要跟他讲呢？对不对？你可以跟他讲过去的啊。各位，假设你听的道理，假设是越听越深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的家人，你还是要什么？你还是要，对，循序渐进呢？你不可以将你听得很好的道理回去就跟他讲啊，因为这样对他没有受益啊。
各位真的没有收益，对。各位，那有收益是什么？有收益呢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你今天听到的某些的部分，是你有收益。比如说什么？比如说，你只要把握住这六点：了解、尊重、关心、顺从、认同、肯定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你只要能够满足你家人这六点，你一定是很成功的人。如果要带领一个团体跟一个家，事实上是一样的。各位，有团体为什么会越来越大？各位，我相信我知道，如果呢，我来运作团体组织，我自己很有把握，我自己很知道。各位，团体怎么茁壮？第一，我分析给你们听哈。啊，你脸刚来要去做领导者啊？哎，不用再抄了啦，离不开这六点。各位，第一，团体如何茁壮？第一，你要给每个人都有舞台。对，你要赋予啊，对别人责任，你给他责任，对不对？又给他舞台，再加上你的关心跟肯定，这个团体呢就会一直茁壮起来。但是在我们财经学院，既没有舞台，也没有什么人关心。而且师父常常上课都一直打击我们的信心，一直否定我们，他怎么问我们怎么答怎么错，实在是很没有成就感。所以各位，但团体们来茁壮。各位，我深知团体怎么运作，但是我不运作团体。对，只是因为拉回来，还是那个概念，什么概念？希望你们每个人好好修行。好，各位，我现在教你是教，希望你好好修行。对，当然运作团体可不可好好修行？当然可以，那要很大的能耐。各位，很大的能耐，对不对？像谁？啊，像星云大师。对，像慈济正言法师，啊，像圣言法师，啊，诸位，人家是了不起，有没有？大菩萨，各位，那我们要好好学习。但是我们做人嘛，贵在什么？贵在自知者明。我太了解我自己了，呵呵，所以自知者明啊，自知者明。嗯，嘿，我只喜欢跟你们聊聊天而已，嗯。啊，所以各位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教别人哈，也应该呢，对，都是应该以权巧方便的方式一直教他啊，一直教他，对，纵使是如来，也是如此，这些阿罗汉亦不例外，为不断绝种种说法，各位你看哈。法一定要传承，假设没有权巧方便，法一定会断掉。啊，所以咱俗语讲一句话，假根弄破瓦。啊，那各位这样反而不好。所以呢，对，要续佛慧命啊，为续佛慧命，最后。为诸众生调伏因缘，各位你看，这个简单的意思就是调伏众生。各位，那调伏众生需要什么？需要因缘。各位，这个因缘呢，就是它整个的过程，有没有？各位，
假设你没有整个的过程，你怎么去调的调伏众生呢？啊，各位，你没有按照众生的根器，你慢慢讲，你没有办法调伏众生，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刮胡里面的讲的就是为众生啊，为众生，对，因为为众生，所以所有的人都应该赶快拿到佛涅槃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见到佛之后，对不对？啊，绕足千匝，各位，这个就是极为恭敬的意思，各位极为恭敬啊，接着就坐在迎面。好，接着下一段，我们下一段要谈的是，比丘尼，啊，比丘尼，比丘谈完了，现在谈比丘尼。各位，你现在注意看哦，这个文字哦，接着从现在开始，这个文字有很多的文字是相同的，啊，各位，如果你在家里看过，有没有？有很多文字是相同的，啊，有很多文字是相同的，对，啊，所以呢。各位，所以我们上课，我们第一卷的上课，我们并不是会一页一页上，我们可能会上到优婆夷、优婆塞，上到那里之后，接着后面有没有他大同什么小异，那我们就要全部带过，一直到什么，一直到菩萨啊，后面东方有没有东方那个菩萨，我们再从那边讲啊，跟各位讲一下。啊，就是你可以自己看一下，文章都差不多。好，接着看，尔时复有基陀罗尼、善贤比丘尼、优婆南陀比丘尼、海意比丘尼、以六十亿比丘尼等一切意识大阿罗汉。啊，各位，现在讲了比丘讲完，像比丘尼啊，各位，这里面基陀罗尼。这个你同比丘尼的什么你意思是一样的，指的是你众的意思啊，各位，这个你啊指的是你众的意思啊，没有学佛的人常常叫比丘尼叫做尼公啊，做拍天，有没有？各位不可以这样叫啊，不可以这样叫，嗯，啊，以前的那种公叫啥尼公安吼，做拍天啊，各位学佛的人不会，各位不会这样叫，不会这样叫。我还曾经听到有一个人，他叫成什么？他叫成泥鳅。我讲蚯蚓啦，泥鳅。不用笑啊，是我们学生，欸，只是没有学佛的，欸，南投的那几个学生，欸。我讲你们较拜托的，好心结。欸嗯，啊，各位，这里面啊，这里面这些比丘尼啊，这个资料呢，啊，资料并没有，嗯，查很多资料，并没有查到这些比丘尼的背景哈，啊。各位，你有空可以查一些资料，这些资料我都查过。啊，这几位比丘尼的背景呢，脸上都查不到啊，都查不到。各位简单这么讲啊，意思就是说这些都是男女平等啊，男众可以出家，女众也可以出家啊，男女都可以出家啊。但是这里你刚才讲到以六十亿比丘尼啊，这个诸位有没有？我说这个数字都是什么？啊，都是参考啊，就是极多的意思哈，啊，极多比丘尼啊，所以这些也都是大阿罗汉啊，大阿罗汉。各位接着你看后面的文字都一样哦，你看诸漏已尽，心得自在，所作已半，离诸烦恼，挑无诸根，有如大龙，有大威德，成就空慧，意已成招，日出初时，举身毛素，遍体显现。如婆罗舍花，剃弃淫目，生大苦恼，意义利益安乐众生，成就大乘第一空行，显化如来方便密教，为不断绝种种说法，为诸众生调伏因缘，故集至佛所，起手佛祖，绕百千匝，合掌恭敬，切坐一面，是不是都一样？
有没有？啊，都一样啊。所以接着我们从后面这边来谈，以比丘尼众护有诸比丘尼，皆是菩萨人中之龙，未皆实地安住不动，未化众生现受你身。这句话画起来，未化众生现受你身。而常修四无量心，得自在力，能化作火。这个诸位哈，我们现在呢，现在这个续品里面呢，52众，这52众表面上是不一样，事实上呢，有没有？事实上都是大菩萨啊，各位，表法哈、哦、是不一样，对，那事实上都是大菩萨。也就是说，从体上来讲哦，是大菩萨；从相上来讲哦，表现出各种不同。各位，这有什么意义呢？以体上来讲，就代表众生皆有佛性。但是我们现在的展现，每个人都什么都不一样，所以才有六道的众生啊，他有这个意思啊，他有这个意思。所以你看，所以他在讲后面，他就会呈现是菩萨的样子。也就是说呢，对，他外现比丘相、比丘尼相，也就是说他外现哦声闻相。但是他内密菩萨行，他事实上就是菩萨啊，事实上就是菩萨。所以从接着从这段经文，好的，他就讲出来了。各位，从这段经文他就讲出来了，意思就是说，在前面这些比丘尼当中，对，还有一些比丘啊，还有一些比丘尼，这些比丘尼有没有？他们事实上他们是菩萨啊，所以是人中之龙。未皆实地，各位，实地我们要知道，实地之后呢，就是等觉妙觉就成佛了。所以实地的位置高不高？是个很高。各位，实地的菩萨就已经可以应以和身得度，即什么？即化和身，他的程度就这么高。所以实地呢，哈，实地呢？他叫到法云地，各位你可以把它写起来，红华的华，白云的云，叫到法云地。诸位，这个云、哦、跟凡夫的云不一样。各位，凡夫的云哦，是无敏，乌云密布，啊，是这个乌云啊，对不对？遮蔽了我们的智慧。这个法云地这个云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指的呢有没有？就是能够呢，对，啊，挡住所有的啊这些酷热，让众生得到清凉的意思，啊，让众生得到清凉的意思。这是第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，这个云呢可以天降甘霖啊，这样的来滋润众生，所以叫到法云地的菩萨。简单这么讲，就是说善于为众生说法，然后能够消除众生呢对的烦恼，以致达到清凉自在的地步啊，这叫法云地的菩萨。所以他们呢都已经是如如不动啊，这样果位上的人。那你看呢、哦、那你看菩萨慈悲齁、哦、你看他为度化众生，所以现受你身。各位你要注意这八个字，对，这八个字就是普门品里面所讲的什么应以和身得度，即化和身。那现在应以你身得度，所以就化什么？化你身。
所以各位啊，所以你不要每次在学佛哈，常常看到你众，就跟你众讲说哈，恁都是减修啊五百年啦，人家说不定也是菩萨化身的，这样你知道吗？啊，所以呢，各位很多话还是不要，对自己还是好好修就好了啦，啊，其他的话不要多说。那各位，那你看了这段文章跟文字，事实上佛法里面真的是平等，它真的是男女平等，它可以用各种方式哦来示现，各位那来度化。那有人讲说呢，对不对？佛教呢，对不对？重男轻女不平等，各位怎么会重男轻女呢？各位，我随便举个例子就好了。这个菩萨当中呢，各位菩萨当中有没有大势至菩萨也是现女身，对不对？普贤菩萨也是现女相，观世音菩萨也是，大势至菩萨也是，只有地藏菩萨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地藏菩萨，而且这五大菩萨当中呢，只有地藏菩萨是出家相，其他四位都什么在家相，你看到吗？啊，所以不可以讲说是轻视女众，不可以这样讲。嗯，所以代表这些菩萨啊，他一直应化，对，要来度我们这些的一个众生。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代哈，一个时代。那接着看，而常修其事无量心啊。来，四无量心画起来。来，先问一下心龙，四无量心哪四个？慈悲、喜舍，好啊，会不会解释？诸位菩萨要修四无量心，好，要修四无量心。各位，这个我们讲过，但是你要会用啊。我现在不是叫你只背慈悲喜舍这四个字，而是你要会用。但是你要会用之前，首先你要会讲，那对不对？你不要解释都解释不出来的，故意解释不出来，你怎么会用？这一定是很奇怪的。一定是你先一定会讲，接着你才会用啊，你要谨记在心啊，你不要每次我讲过很多遍了，然后讲过了你又忘记了啊。各位，你要知道它的意思啊。各位，我相信慈悲大家应该是很清楚的，对不对？慈呢，对，就是给众生快乐，悲啊，就是拔除众生的痛苦。各位，我已经讲过了，要给众生快乐，对不对？你说哈，它是属于慈悲还是智慧？那要给，然后拔众生的痛苦，是慈悲还是智慧？给众生快乐比较简单，还是拔除众生的痛苦比较简单？来回答一下，给众生快乐比较简单，还是拔除众生的痛苦？各位没有错，给人家快乐比较简单。保人都是跟三弟不快乐，我只要给他们1000块去唱卡拉 OK， 我就能够给他们快乐了。但是我要拔除他们两个痛苦很困难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两个都为情所苦，所以我没办法替他们拔。
啊，所以各位，当然这两个都是需要啦，对，需要慈悲啦跟智慧啦，不然真的没有办法。只是它困难度真的不太一样。各位哈，各位我试过，各位我试过，这个比如说，各位比如说上课哈，各位比如说我自己上课上得很轻松，然后跟大家这样讲，说不定大家，上课会觉得还不错，然后时间也过得很快，啊，对不对？或是会心一笑完了之后就下课了。但是一年过去，两年过去，三年过去，我一直开始在思维，我应该怎么上课？对，我以前都自称我是谁？对，谈笑风生王达官。不过谈笑风生跟未来大家也是同样的呢，啊嘛，拔不了苦啊。各位，我谈笑风生也没办法拔你的苦。所以有时候头也是很大，意思就是不知道怎么教。各位，不是不知道怎么教。各位，我头都很大。各位，真正把你的苦，也就是说你看起来你就会很春风，你的脸就会很春风。对。但你要让一个人脸都很春风，不那么容易。各位，今天不是朗力求力在求那个，不是啊，而是平常看起来你的脸就是笑笑的，你就是微笑的。对啊，这个没办法假，你心中有苦你真的没办法笑，我也知道你根本没办法笑啊。所以要把众生的苦真的很困难，好，各位真的很困难。各位，像近代啦，近代我认为最会拔苦的，好，近代最会拔苦的应该是两位法师，啊，一个是圣严法师，啊，一个是道圣法师，我觉得他们两个最会拔苦，啊，为什么？对不对？因为你听他们的那个录音带，会觉得他们很慈悲啊。啊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他们最会拔苦了，啊，是我听过的两位法师哈，对，啊，正言法师跟道圣法师，我认为他们两个最会拔苦，你们不妨可以去听听看，好，啊，无你甲听，你都听我，对，谈笑风生，你苦也拔不了，对，那我就教你拔苦，去找别人拔。对不对？啊，若是拔罐，有没有可以找其他东西？拔罐我就会了，拔苦我不会，拔罐我会，放血我也会了。你若感觉你遐伤悬啊，我给你放血也没问题。那接着看喜，各位什么叫喜呢？我们常讲说随喜功德，各位你要注意这个喜字，这个喜的意思就是见人家行善，各位见人家行善我们会很快乐。再来还有第二个，就是看众生离苦得乐，我们也会很快乐，这个喜就是这个喜。那你觉得他有没有很简单？心悟，你觉得他有没有很简单？见别人做善事，我们替他高兴，你会觉得很简单？啊，你可以做到吗？可不可以？应该可以哈，应该可以哈。那四无量心，你已经具备什么？你已经具备一量了，各位。事实上你听我这样讲齁，我说实在的，你怎么听都觉得很简单。
但是各位，但是你再注意分析下去，既然这么简单，奇怪，照理讲这种特质你早就有了，这样对不对？照理讲对不对？慈悲喜舍的这种喜的特质我早就有了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还要学呢？各位，你真的有吗？来我做一调查，我现在只做一个调查就好了。现在你的内心没有嫉妒心的同学请举手。优秀啊，优秀啊，等一下再多送你一块。各位，我告诉你，假设你现在心中还有嫉妒心的人，这个喜不能吻合。各位，我们常讲说随喜功德，随喜功德，对，别人做得很好，别人表现得比我们好，我们就应该呢赞叹他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给他喝彩，给他掌声，给他肯定。但是呢，我们众生的心齁，就常常心怀不轨，我们众生的心会嫉妒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会排斥那样的人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怕别人齁，各位，因为我们的心齁希望别人关心我们，我们不心希望别人疼爱我们，我们希望别人的心齁就在我们的心上。但是当别人表现比我们好的时候，我们怕有没有我们的光芒被人家夺去，我们怕别人我们的关爱转移到别人的身上，我们很害怕，我们就是因为很害怕，所以呢我们用各种伎俩来破坏他。最直接的伎俩就是嫉妒他。各位举个例子，我们这一班常常表扬三义，我们私底下就有同学想尽办法要打击三义，而且嫉妒的心不是只有一个人，是大部分的人，所以呢，大部分的心会嫉妒，所以无形当中他们都不用开会，他们就可以来对心连心，手牵手，共同排斥那个人。你说妙不妙？你说人性哦，还拢免开会呢？所以各位，你从今天开始哈，不可有嫉妒心，这个喜字你才可以做到，不然你做不到。随喜功德，既然这么简单，但是我们的内在偏偏不能配合，偏偏不能够做到，诸位，所以这个就是说什么？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内在的问题。所以各位你看，所以我说哈，各位你看欧美人士哈，各位欧美人士哈，跟我们东方人士真的是不太一样。欧美人士哈比较偏向修行人，各位欧美人士哈那种的胸怀平均指数都比我们什么？比我们高。这个你知我知，他们那种内心世界，而且他们容易赞美别人，容易肯定别人。各位你看哦，各位你有注意观察吗？你只要看到国外那些表演团体哦，他们只要是在国外表演，对，他们常常哦，全部的人站起来掌声，而且他们掌声都很久。只要是在台湾表演，你注意看，很少人一起站起来掌声，纵使全部站起来掌声，对不对？也拍差不多30秒。最久不会超过一分钟的刷。各位，那我们不要说看表演场所，各位，我们看我们身这班的同学，我们很少赞叹，直接然后去赞美别人，我们包括我们的同学都很少做这个动作，所以代表说我们随喜这个喜字，我们心量打不开。各位，我这样讲一讲，你有没有观察到真的是这个样子啊？所以诸位，所以这个喜齁要破除你的嫉妒，
你才能够呢随喜，不然你没办法啊。而且我就跟你讲哈，随喜功德无量，一嫉妒下去哈，恶业不断。你看，你就造恶业了。那你为什么不要把，你为什么不要把功德，对不对？啊，变成一种功德，反而要变成一种恶业呢？啊，各位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哈。各位，比如说你长期帮助一个人，最后要跟他分开的时候呢，开始跟他吵架，跟他诅咒。我讲吼，无差嘛，无差你长期在帮助他。各位，无差你长期帮助他，最后才发生两个在那吵架诅咒。各位，这样对不对？各位，你知道我在讲谁吗？你们这些做父母的，我在讲你们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你们辛辛苦苦，对不对？为你的孩子付出，或是辛辛苦苦为你的另一半付出，只要你不诅咒他，你就无量的功德。你一诅咒下去，不好呢，你知道吗？无彩你的辛苦。所以各位，所以随喜的功德哈，啊，你自己要去察觉，这叫做喜。最后是舍，各位舍这个舍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一个意思就是把前面那三种心，慈、悲、喜这三种心呢，虽然有这三种心，却不执着这三种心。就是对人家很慈悲，对，也很愿意随喜功德，但是却不执着，这叫做舍。第二个意思，第二个意思就是呢，对，舍去一切的分别心。那舍去一切的分别心，那会变成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就会变成四个字，冤亲平等。所以各位，所以事实上这四个字最困难的是哪个字？最困难的就是第四个字，舍。难舍能舍，来得去得，舍字最困难，最困难。所以这个舍字，这个舍字就相当于什么？不执着，这样对不对？哎，这样你才有办法啊！不然各位，不然没有办法。所以各位，你看，所以啊，我们按照这四个字，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答案，对不对？以慈跟悲哈，是不是菩萨度众生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菩萨度一切众生，对不对？然后也希望啊，这个喜这个字，也希望众生离苦什么得乐，最后呢，实无于众生可度，有没有？就是舍了，实无于众生可度啦，对，到最后呢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是平等的。对，那你就符合这四个字，这四个字就可以谈很多华义了。所以这样的菩萨，对，他早得自在啊，能化作佛，也就是说他能做佛事啊，能够呢，对，去帮助一切的这些的众生啊，就叫做能做佛事啊。好，我们下个礼拜才谈菩萨摩诃萨这一段啊。